神把神的生命无常的赐给人，无常的赐给了人，让它成为人的生命，神赐给人生命的同时，神对人唯一的要求就是人能把神的生命变成人自己的生命活出来。你活出这个生命了，当神看到的时候，神就满意了，这是神唯一的要求。人从神那儿得到的是无价的东西，而神并没有得着什么。最大的受益者是人，人得着了最大的收获，人得着了最大的收获。接受神的话语做生命的同时，人明白了真理，有了做人的原则，有了做人的根本，就有了人生道路的方向。人不再被撒旦迷惑捆绑，也不再被恶人迷惑利用，不再被邪恶潮流污染引诱，不再被邪恶潮流污染引诱。人活在天地间，自由了，释放了，能真正的活在神的权下，不再受任何邪恶势力与黑暗势力的残害了。没有痛苦了，没有难处了，人活着是幸福的，人活着是幸福的，是自由自在的，人与神的关系正常了，不会神了，不会与神对抗了，真正活在神的主宰之下，有真理有人心，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，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了。你只有接受了从神来的真理，才能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。你得到这个生命，
你的生命就无期限了，这就是永生，就是永生。